我今天准备去医院，就是我的腰不是已经痛了很长时间了吗？都影响到我腿了，影响我这只腿走路，一走路就是很难受，会不太舒服。你在那排队吧。腰痛腿痛挂什么科啊？啊，谢谢你。你好，要等你叫号吗？对啊。是这里吗？是吧。我没有个票。就一个这个吗？套到的吗？一个老爷爷这条一个五个那个却套到三个大人是吧？对，大人肯定要厉害点。套了一个牙膏，还有两个那个东西。这是你套的。对，快出去玩吧，有客人不要在这吵了。等下一局我才能再过去。还有啊？对啊，还有好几个。那你等一下记得去，别忘了。大家好，我已经从医院回来了，然后医生说可能是腰肌劳损，然后预约了核磁共振，还抽了血，抽血好像是查，我有没有风湿，然后核磁共振的话要后天才可以去做，就这样子，要等一下拿到结果以后才知道是什么情况吧。